30家女主播生日当天上班是种什么体验？今天也太顺利了吧，小班长。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今天不就是你开房了？他不知道也很正常。嗨，早上好。今天这么开心啊？对啊。还是化妆师好。我先洗个刘海啊。这是谁的大脑门啊？是我的。今天还是用这瓶马韵韵美丽，我要到很晚的。你今天节目不正常结束吗？那反正这个妆效比较持久嘛，也长不过每次给你用这个化妆喷雾，我也是挺多时间的。化妆师今天休息，休的很认真吗？你好，一场接不完的电话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眼线不够，自己贴。满意，等着同事们给我过生日了。黑小龙，人呢？来了来了，肯定是他跟我说的。赶紧办进去。他们可能真的不记得。啊。找个机会啊！哎，今天很不一样啊。是吗？不一样。衣服很好，是不是好了？我也是好了。我今天就是这样。我坚持，快！来来，等着在那儿。我以为你们忘了，谢谢。还有奖杯，这是什么鬼？你拿着。